以了。好，预备起。好，预备走喽。三遍预备唱一遍，预备起。唱一段是小曲。想高就把它管子变短，重心要变，你变，扬脖子的全不会唱歌。你看我们的女高音，越到高音低脖子，知道吧？我没有瞎胡讲，对不对？至少有一半我们的副校长能知道我说的是什么。来，再来一次，对，一来再起个头，真的棒，棒极了。我们明年申请国家剧院，好不好？现在就在打脸，是不是？好不好？是。有没有信心？有没有信心？有。这么好的主管，怎么不能把歌声带出全世界，带到我们全台湾？多好，真的好。今天高不高兴？高兴，真的高兴。我们发现真的是藏龙卧凤啊，真的是了不起啊！对，快比猴，快比猴。可爱，你好可爱。谢谢你，现在叫做徐团团长了，那奖项就好，好棒哎！谢谢，真的很好，好不好？谢谢，真的是。到了这种年龄才知道出成绩，要唱三十年以后才能出现一个女高音男高音，知道吗？三十岁根本都不懂，要唱三十年，不是现在歌星唱三年就不见了啊！十年磨一剑，再来，再跟这个领头领头，好不好？再唱一段是相见。Oh, yeah.
现蒸现卖。今天我学这点东西，够你们学三年的，三年都可以用了。三年以后咱们再见，啊，就这样，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就这样从后边甩。下一个流程是什么？来，天林，下个，下一个，行行，我再。